分盆，要有九盆，要有九分盆，九盆了，九分盆，九，要有再改，要有再改，嗯，九盆了，九分九斤九斤啊。个风暴点啊？考成点啊？唉，有咩咁大不了啫？我中午嗰阵够 repeat 过啦，到 A level 咪又 repeat 多次，最后都入到大学啊！唔使俾咁大压力自己，下年再嚟过咯。佢份人就系咁，对自己嘅要求咁高，又唔输得，我都唔知讲咩好。唔系啩？喊成咁，真系好似考得好差，都系俾佢自己整下啦。又唔系世界末日。咦，阿哥，翻嚟啦？做咩啊你？